一个男人如何忍受得了自己的老婆和自己的徒弟在对面的炕上嘿嘿嘿，而且还是这个男人主动请求徒弟干这种事，到底是什么原因才能让这个男人做出此等伤风败俗之事？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部中国东北农村题材的影片。这个男人名叫魏大山，是一个靠伐木为生的东北汉子，为人热情仗义，也成了一群伐木工里唯一娶上媳妇儿的男人。家里娇妻如花，贤惠善良，正等着丈夫回家开心，结果等来的却是躺在担架上的魏大山。白天里徒弟李大倔子伐树失误，树将倒不倒十分危险，魏大山主动换下了两人。作为一个当过伐木工的 UP 主，给大家解释一下这种情况的危险，确实如电影中演绎，如果树开口的方向、角度、力度不对的话，当树倒下的一瞬间根本不知道它会倒向何处，魏大山就被倒下的大树电飞了出去。受伤的魏大山和媳妇云凤还有两个徒弟都没想到，这一下给魏大山交代在了炕上，再也起不来了，一晃就是两年。老实忠厚的徒弟黑塔一直帮衬着师傅一家，还因为其他人嘴上的花花与人起了冲突。正在这时，师娘云凤找了过来，一是代表魏大山给这帮伐木工送行，这边活计干完要去别处了；二是请黑塔去一趟他家。当一个仗义的师傅和自己的徒弟说出拉帮套这三个字的时候，徒弟黑塔当场就要摔门而去。浑身不自然的云凤跟出来祈求黑塔不要把今晚的事说出去。这时门外的狗狂叫了起来，院子里摸进来三个壮汉就要调戏云凤。黑塔打跑了三个畜生，看到这种情况，黑塔留了下来，但是他没有上炕，跑到柴房躺了一晚。第二天黑塔看到给自己倒热水的云凤，终是想有个女人滋润自己光棍的日子，也就算是应了魏大山的拉帮套。云凤本就对这个老实忠厚的汉子心生好感，也就梳妆打扮起来。当真的躺在一起的时候，干柴就要生出烈火的时候，终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魏大山听着对面云凤的声音，还是一阵咳嗽，让黑塔穿衣跑了出去。第二天魏大山却急了起来，担心黑塔一直不碰云凤，拴不住黑塔的心。这拉帮套就是因为丈夫病重或者残疾不能养家，让媳妇找一个男人担负家里的生计。云凤给上山砍柴的黑塔送吃时，两个人终是捅破了那一层纸。接下来的日子，黑塔不仅拼命照顾着魏大山和云凤，还背着魏大山到处求医。黑塔和云凤的感情也在点点滴滴的生活中变得两情相悦，直到家里的狗叫回了砍柴的黑塔。在窗外，黑塔听到魏大山对云凤的话，他早就看出来云凤的心已经向了黑塔。当魏大山因为下身瘫痪不得房事的时候，给云凤掐得撕心裂肺，嗷嗷大叫。在外面实在听不下去的黑塔发疯一般要砍死魏大山，被云凤拼命拦下的黑塔收拾铺盖准备离开。云凤的一句话就让黑塔喜笑颜开，开开心心地回去了，因为云凤怀孕了。接下来的日子还是这么拧巴的过着，魏大山也跟黑塔挑明了云凤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能不能跟自己姓，黑塔同意了。怀着黑塔孩子的云凤和黑塔的感情也是更加近了，一晃就是云凤生产的日子，结果大出血吓坏了产婆。黑塔拉着云凤来到镇上医院，钱不够给医生跪下来，终是保住了云凤和孩子。七年后喊黑塔叔的孩子申花给他爹魏大山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一处臭烘烘的温泉据说可以治好他的病，申花就带着魏大山一泡就是几个月。当魏大山走着进屋的一瞬间，云凤激动坏了，那种发自肺腑的激动和魏大山紧紧地抱在了一起，黑塔却沉默地出了屋子。当魏大山要云凤和自己一起睡的时候，云凤不干了，女人不是一盘菜，不是可以让来让去的。当听到对面的动静，知道魏大山恢复了男人功能的时候，黑塔也体会到了当初魏大山的心情。第二天村干部就送来了一副告示，更是雪上加霜，政府辟除陋习，倡导一夫一妻制，三个人的屋子终究要有一个人离开。黑塔觉得自己这么多年的付出白费了，觉得跟云凤的感情也无法这么拧巴的继续了。只是当云凤抱住黑塔的时候，两个原来凑到一起的人心早就在了一起。这一次云凤站了出来，为了自己的幸福要和魏大山离婚，跟黑塔在一起。魏大山本就是个仗义的爷们儿，逼不得已做出了拉帮套的事情，种什么因结什么果，只是不甘心，很不甘心。他没有大发雷霆，也没有歇斯底里，只是舍不得，但是同意了云凤的离婚请求。第二天送孩子上学后，云凤和黑塔在家里，一个给魏大山缝制新衣，一个拿出所有钱让云凤交给魏大山。魏大山却想带着孩子申花一走了之。当村里的娃告诉云凤两人魏大山捎口信说带走了孩子，
黑塔收拾铺盖又要离开，要把这个家留给云凤和魏大山。只是当云凤说魏大山留得住自己的人，却留不住自己的心的时候，窗外的魏大山步履蹒跚地拎起地上的铺盖，脚步缓慢地离开了。另一边，云凤也送了黑塔出来。当孩子申花跑出血泊，喊了一声娘，一声叔叔的时候，故事也就结束了。说不清该喜还是该悲，一个魏大山走投无路，招来黑塔，为了活着实属无奈。一个黑塔善良勤快，任劳任怨也没什么可指摘。一个女人云凤身不由己，面对险恶的世道，贫穷的家庭也无可奈何。当三个人凑到一起的时候，总要有一个人会最终出局。当两个人相互温暖的时候，感情自然生发。如果说我们把所有的错都归咎于拉帮套这个封建陋习，似乎还是有些拧巴。没有黑塔，魏大山和云凤又该如何生活？最后大 A 也只想到一句话形容此时的心情，哎，这操蛋的人生。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此，感谢您的耐心聆听，喜欢的话麻烦点赞关注评论，我们下期再见。